腊肉先要煮一下，炒起来才好吃。这个东西叫做户外折叠垃圾架，我们建议每个人都要买一个，有了它你就不会乱丢垃圾了，这个好收纳。垃圾袋套在这里，它就不会在地上倾倒，很方便。你如果在营地看见谁有这个垃圾架，他肯定就不是一个乱丢垃圾的人。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是甘孜州的甲根坝乡日车村，从甲根坝乡进来，这沿途的村子都可以露营，有很多很多。我们这是到了饭点，随便找了一个地方路边。川西的阳光是不错的，抓紧时间充电。基本上我们每天都是满电，这个是300瓦的太阳能板，然后2.5的移动电源。这里你随便找一个野地就能露营，它也有收费的地方，收费大概是20到30一台车吧，另外搭天幕啊、搭帐篷是另外收费，这一块是不收费的，这一块就直接导航日车村。